今天不是出来玩了嘛，然后在高速上有一辆那个甲已经变形了。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两位大哥在那边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把门撬开嘛。哦，刚好我老公是开修理厂的，他过去一起把门给撬开，后排母女两人副驾驶都救出来了，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司机被卡在里面了，救援三四十分钟大概吧，最后是消防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走了。